104，第一章，第三个部分。松了起来，勾，好，树有点歪哈。好来，这笔我们大概从这里交叉的地方写，但是你会自然往下笔嘛？哈，然后往7:10走。好，我们再来示范空白的。写到4楼多，接下来大概从中间的下方一点点写，7:10走，写的跟竖带对齐或超过它，啊，写的跟横对齐起笔点，这边稍微左边一点，好。就自己写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哈，目前这个看起来有点偏大字，你笔画少哈，记得要偏小字。